status report? The last few months on Okinawa have taken their toll. Morale is low. It's the rain, sir. And the mud. Tanks are getting bogged down. Supplies aren't getting through. We can't even get the wounded out. Yes, sir. Understood. I'll tell him it. We're moving out. What's the skinny? Major Gordon's ordered another attack on the enemy stronghold beyond this ridge. Any word on supplies? They're coming. When? Just get up the hill, Polonsky. We got a heavily fortified MG in that bunker. Spread out.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使命召唤五》。一波上来，先慢慢往前走，回来。Turn fire, Miller, burn the grass. Shit! 救一下队友。第一波冲锋完了以后，会剩余两个敌人。从这边打，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然后手上有喷火器，喷火器可以把草给喷掉，但没什么卵用。这个地方是鬼子的重要补兵点。在前面的这一个战场里面，主要鬼子都是从这边出来，所以他的原则是他先会就位，就位在这个里面会有分布着设计者分布着几个攻击点，刚才只要有人一喊，我们的队友会往上走，这边开始补兵，在他们就位之前杀光他们，蹲着打枪会稳一些。漏进去一个，完了，漏进去俩。如果漏下去，会形成这些兵没被杀掉、不补兵的情况。手头布朗宁威力很大，装弹量很大，跟着打枪会比较稳。没了，但是前面还剩一些，给布朗宁上一下子弹，布朗宁 M1919，这边没了，就是很方便的干掉了几十个敌人，十几二十十五到二十个左右的敌人，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有一波蜘蛛洞的敌人进向我们进攻，这帮敌人喜欢扔手雷。不会冲锋，枪特别准。回去，只要一听到有蜘蛛门开的声音，有蜘蛛洞开的声音，就是地窖，给他看一眼。先不给看了。到这边捡一下枪。这边的敌人全部被杀光，所以现在大家观众们感觉比较安静，因为全部被我杀光了。现在没动静，没动静以后，我们抱上这把勃朗宁，到这个点，瞄准这山洞，蹲着打他们，好多人。撤一点，太近了。还有，这些敌人一样，就位以后对我们进行进攻，所以尽量在他们就位之前杀光他们，太多了。就位以后我们特别难打。
漏了一些，但问题不大。瓜拉尼，子弹上一下。这一关特别特别的要稳，求稳。整个战斗时间特别长，对于做视频来说，它一整场战斗时间特别长。战斗时间越长，对我们这种录像来说啊，就是需要注意的点就更多，失误更少。油板994，三八大盖的改进版。日本立国2599年，他们那边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立国了2599年，那一年出的，公元1939年出的一把枪。然后我们往上走，冲到这个地方，拿出烟雾弹，扔个烟雾弹，扔的不是很好。没扔好，扔远一点。好了，必须要等他说这句话，确认打不到我们。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再往高处扔个烟雾弹。这个地方敌人会万岁冲锋，所以当心被敌人近战杀掉。拼命上，来了。上来，到这个点，我操！不管他，先扫一票，等我们队友上来。我们先往里走，让队友进就位。队友开始拼命往前冲，因为我们已经往前走了。还有敌人，操大，吓死我！锁在这个地方，敌人会刷。在他们散开之前干掉他们，否则很麻烦。回来，这边掉了一把狙击枪，看到狙击枪，这边基本上打了几次，这边都会掉一把狙击枪。回去把狙击枪子弹补一下，防止外面还有活着的人。我们手上还是拿着这把枪，这边肯定能补满。哎，你们这帮逗逼都不掉子弹的吗？哇，吓死我了，一把智障。油板九九式掉的就是普通的油板的这个子弹就可以。妈的，智障怎么一个没有啊？小鸡变，你们都带的什么枪啊？好慢了。捡到了一个，纸张。我捡到枪，这把枪很重要。算了，走吧，不浪费观众们时间。这第一场战斗，我大概重试了大概有七八把，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不知道这边还有没有敌人。我们走另外一个地方，这边被炸死了。上面我没走过，
我们去看看几个山洞不一样的地方。从这边我没走过。哦，这边在这儿。哦，这边比较，这个地方比过来比较好，比那另外两个洞口过来要好。好，让队友先上去，吸引出一帮敌人，因为敌人会在这边扔手雷，特别烦人。来了，我就被炸死了，也不知道哪冒出来，跟纸张一样，陷阱似的古怪，吐了一颗雷给我。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逃回来。我们现在要干掉敌人三门火炮，上面写的左上角写的是两门是错的。特别的阴险，这地方。我们现在的炸药包是够的，那这个地方打起来要怂一点。他们扔手雷，你不知道他扔哪，打到了，走这边。对，让队友上去，队友前进了，但是我们不能从这边出去，队友上去以后会把上面的两个敌人干掉。我手雷是满的，所以不用补，我们然后捡一下油板，好了，50发是满的。这边一般不会打我们。闭嘴！别理他，别理他。拿五号剑，右剑扔进去。干掉第一个。好。我们总共五个，已经干掉了两个。前面会有大批的敌人，停停冲锋，这边不会再有。我们现在勃朗宁还有子弹，我们先用着，待会儿会换。我们先换吧，先把百事给攒起来，这个扫掉，在这边把百事的子弹啊凑一下，因为后面没有什么冲锋枪了，只能用百事。备足子弹没有任何坏处，前面会有炸药包的补给，在这边不需要回来拿，我主要是来拿这个东西。我现在很紧张，大家也看到整个视频有多长，这边特别难打，这边会有两个方向敌人打我，我们正前方和我们的右方，手雷雨如雨下，你不知道从哪么冒出来的。慢一点，一点往前走。
以刷，我要引一下敌人。一直出来，要冲上去就是死。特别蛋疼，我现在心里面打个心理阴影，打个这个。我把那些油桶打掉，主要是我不想被那些油桶炸死。这些敌人特别烦人，扔手雷射的特别勤。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濒死状态在本关卡前面这么长时间里面还很少出现，就是要打得认真。这一关就是一个磨性子的关卡。我操！把子弹上一下。手雷扔得特别平，先往回撤一撤，把这边敌人先给清完，然后往这边扔个烟雾弹。上去，削减敌人数量。这关因为录的实况嘛，有的观众认为录实况简单，我们用人类的方法思考思考。什么叫实况？就是我每失败一次，之前的解说也就全都废掉了。先不着急上去。这是第四个碉堡，我们要打五个，大家记住。这个打掉他，我怕敌军打到把我给干掉。现在还没有兵，我引一下，车辆过来，汽油桶我都给他打掉，不怕被他被这些炸东西给炸死。然后找一下敌人，理论上是没有的，但是我要
保证安全一点。这一场战斗是整个使命召唤五里面的一场马拉松。回去，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特别恶心，我要让我们的队友先往上走。对面把能消灭的敌人消灭完以后再上，我们队友现在没开枪。 Get to it, Miller. Take out that bunker. 好，我让您打到现在了，还有人在说话，有日军，有鬼子。 Hurry it up, Miller. Machine gun.敌军太多，把这波敌人要打掉，躲得上去很危险。这关我没有办法找到特别用特别好的好打的武器啊，通过这一关的一个打法。去炸一下好吗？应该没有了。Get to it, Miller. Take out that bunker. MG, enroll my hand. 吓死我了。Grenade. Last one's taken out. Good work, Miller. Throw a satchel charge. Everyone on me.我们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烟雾弹啊这类的东西，我们现在烟雾弹没有了，烟雾弹主要用于打速攻的，然后冲锋用的。没有捡到烟雾弹，手雷不缺，一般战场上都能捡到手雷。走，跟上队长。What do we do now?We keep moving, Polonsky. Let's go. Polonsky! Get ahead! Our tanks are moving up. Convoy won't be far behind. 进入最后一个碉堡，也是整个战斗时间最长的一个碉堡，也是最难打的一个碉堡。Take cover! 迫击炮干掉了我们的坦克。我到这边，干掉敌军的这个里面的机枪。我的人数是有限的，可以干光。把他们的这些兵啊给干掉。机枪手给干掉。六个左右。没了。然后这边特别蛋疼。
左边右边都会出兵，我是习惯走右边打，刚才往左边走得太狠。操，都冲过来了，左边的兵不着急。这边会补兵，下面有敌人，我们往这边去，下面有敌人，赶快冲过去防止他刷兵。过来他会一直刷，特别烦人。我去拿枪去。我们来拿一下这个狙击枪，现在没什么用了。好歹有个镜子上下子弹。这个、刚才这个地方是我们冲过来的。我干了，我往前走。我靠！我们部队死了很多人，等支援过来。这边敌人居高临下，风拼命的扔手雷。扔个烟雾弹，强攻上去。扛住！这是速攻上来的，强攻的，死亡率很高，这样打。进来的，妈的，这场吓死我了！现在只剩我们俩人了吗？我们的队友呢？我们队友怎么不过来？大家看到，哦，过来了。但是好像上不上来，他们在左边受到了攻击。我们现在队友上不上来比较蛋疼。啊，就我们两个这个蛋疼了，三个，看到吧，左上角的地图那个地方，从左边他攻不过来。
会把波波杀就好了。九九式轻机枪不好用，真的不好用。这关打的，我跟大家这么说的，我现在手麻掉了，打了太多次了，我手已经麻掉，连续打了4-5个小时打这一关都不止。我手现在麻掉了，右手。搞一把九九吧，也是1939年出品的。等一下，我搓一下手，现在手麻掉了，抽筋了，又麻又抽筋。队友已经上来了，我们先上一下，我们队友先上了，让队友先上，太恶心了，这关打的，这个地方很恶心啊，想办法躲到这个油桶后面，否则没掩体。然后扔手雷，我操，这关射击这么长，慢你的屁事，刚刚开始狙击枪没什么用，没有子弹火星，还是89发应该够打了，好吧，爬一下让队友上，是走队友上，存档存档上面有没有敌人，好像没有，不想敌人会冲锋，一定要等队友上来。理论上扔不过雷来吧，已经比较靠后面了。这一关我打得精疲力竭，大家从我的解说里面可以感觉出来。没有烟雾弹。旁边那个兄弟往里面扔个雷好吗，扔了，不往这边走，
他干掉再说。好了，终于死掉了。还没死，这个楼梯是可以上去的。跟他对扫要扫几天，扫到什么时候啊？但是我们人绝对不能上去，上去就是死。哇！第二个直接往里冲，冲到这个点，送着他走。哎，站起来，队友人呢？没上来。我现在队友全部在外面，前面只有我一个人。妈的，智障！队友全死光了。这下麻烦。队友现在都慢慢往我们这边进行支援。好了，说这一句话基本上安全。上面有敌人，四个手雷全部上去。又四个手雷，全部扔上去。让队友帮一把，上啊，智障！这一关是我整个 COD 五系列，因为它整个使用程实在太长，我没有一命通关，观众们抱歉了，我屎都给打出来了，太长太长了。We're gonna get you out of here. Help me get him on the truck. We're moving out.观众们抱歉了。Push ahead and take Shuri Castle. But we're running on empty here. You'll have a supply drop. Not bad, okay? Tomorrow? How the hell are we supposed to hold out till tomorrow? 打这一关如果要以我现在的来看啊，想要一命通关大概需要耗八到十个小时。非常抱歉。我大概用了四个多小时打到这打出了这个版本。We've done. Every night we lay in a filthy foxhole praying the enemy won't slit our throats. Every day we've spent crawling through the mud and the dirt, and our bullets whistle all around. B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put our lives on the line. This is the enemy's last stand. When we take Shuri Castle, we go home, all of us.